前，吴玉瑾宣布怀孕好消息，和大家一起分享喜悦。没想到最近她又再曝喜事，就是她主持的网络宠物实境节目在近日播出了。她带着自家长毛腊肠狗，走遍全台宠物友善景点、餐厅、旅宿，上山下海，吃吃喝喝交朋友。第一集节目邀请到鬼鬼当来宾，带着两只长毛腊肠一起出游。据了解，吴珊如先前在录制节目时就已经带着孕肚一起上供，敬业的态度令人佩服。不过 Sandy 也透露，第一次主持实境节目心情很紧张，常常会深吸一口气，但一旁的吴英杰则对他说，你就很自然，而且私下那么好笑，你不要再主持一些正经八百节目了。而节目一播出后也受到大票网友的好评啊。